去伪出国的体验。伪出国？没错没错。去哪一国？哎呦喂！就是充满韩国风情的民宿。好粉红哦！是不是整个少男心跟少女心全发？这里也是韩国风哎，你们肉好多颜色。对。对，不同口味是不是。对，有十二种口味。你们两个表现得不错，这就吃你们两杯毒酒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